让让开始从角落开始，角落开始。你别说，这是我们刚才所有人忽略的一个方式，因为我们都在这个中间的部位找。哎，让让是开始从这个角落寻找。对，让让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啊？感觉让让正在考虑 breaking。你不能这样，你得顺，你得这样摸，你这样，你顺着一条道过去，你不能再，你得顺着，你这样顺着一条道，我就是在来回摸，我这样的话就没有漏网之蝶。 哎，漂亮！这是什么？不是我的，看起来这个乐器我都不认识。这啥？没看清楚。让让很努力，但是确实因为现在这个食堂呢已经乱七八糟了，而且呢估计有一些乐器已经深埋在泥土之下了。当然靠你了，让让，你要坚持下去。 这个游戏证明了什么？证明你为舞台可以付出什么，对吧？我付出了太多太多了。心疼我家让让，让让心疼了。哎呦，哎呀，这都没有吗？还差一点就到边上了，把边上也找一找吧，可能这边是我们最后的区域了，最后的希望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你已经很不错了。摸到一个，又找到一个。